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嘉蔚，欢迎来到野生会工作室。这堂课呢是鸟类绘画进阶课程。在动手画生物之前呢，我习惯花上许多时间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当我了解所有的细节之后，我才能够很好的把它们的气质表现出来。所以我希望能透过本课程与大家分享我对鸟类多年的书籍资料研究以及绘画经验，将其中最精华重要的部分呈现给大家。不同于坊间的绘画课程，野生会是从解剖学的角度切入，帮助各位了解鸟类身体的结构，进而带出鸟类写实绘画时的重点以及需要注意的眉眉角角。我们从整体的大架构开始讨论如何表现鸟类的自然姿态以及重心的重要性。当我们有了稳固的整体概念后，接着会从头到尾详细介绍鸟类的羽区特色与变化。尤其是复杂的翅膀常常让人一筹莫展。当我们知道了羽区的差异以及展翅收翅的变化后，翅膀突然就不再是令人畏惧的关卡了。接着我们会教大家羽毛质感要如何来表现，以及脚趾、鳞片等细节。整个课程的总时数呢超过19个小时。除了内容扎实丰富的讲解影片之外，我们还有13个实际绘画示范的影片，总共演示将近40个范例。此外，我们还提供了30张以上的练习用参考图片，让各位可以在一边进行课程的过程中一边来做练习。还有独家绘制的精美讲义，我们可以一边看讲义一边跟着课程进度，才不会在繁杂的专有名词中迷失了方向。本课程可能会是你找得到的最扎实的鸟类绘画线上课程。即使您只是纯粹的鸟类爱好者，本课程也能满足您对鸟类的好奇心，协助您更深入认识您喜爱的空中精灵。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一起探索精致美丽的鸟类世界吧！